安黎明，淹没星空妙地形。这是台湾黎明，淹没星空妙地形。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啊，请大家合掌恭念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灵山一会万年灯，四八大愿照光明，四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妙智圣，王禅老祖妙智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各位维新圣教，已未年谢天恩，齐安消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啊，中华民族历朝天主帝王195位，917位天主帝王朱建灵啊，韩国蚩尤后裔195位天王总统朱建灵啊，日本西湖真人后裔以来124位天皇朱建灵啊，中华民族3762次大小战争王祖金明建灵啊，以及世界816次大小战争王祖建灵，即当下啊，坛上各姓氏各牌位上朱祖灵、朱圣灵、圆回转动朱灵，以及虚空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又是我们共修的时间啊，早上我们恭诵维新圣教30经来供养啊法界啊列祖列宗诸祖灵三界万灵，来时机去时宝。那么下午我们继续来讲解啊，鬼谷先师五路财神经。这部经是开示我们要自我成就五路财神的一条路。我们从虚空法界随着因缘投胎转世到地球上来，不同时间不同空间各有因缘，然后来到世间，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只有为财为名为利而已，而是来自我成就，了脱生死的烦恼，自我了脱。而在自我升华我们灵性的光辉，那我们一生就没有白走。尤其本维新圣教是世界21世纪的新兴宗教，而教义
以教门法脉，都是中华文化道统易经与风水，然后融合2500年前的佛的教育、道的教育、儒家的教育、百家思想融为一炉的新兴宗教，唯心圣教。所以本教成立来只有33年，但是33年已经将我们每个人来到世间，我们心灵所需要的精宝华宝和各种体验已经了了分明地告诉大家，而且也开启我们每一位来到世间你们所要的一切法啊，所要的一切目的，即是心安。你要心安，一定要先从安心，安心一定要修一切法，知一切法，然后才不会被法所缚，被烦恼所束缚。啊，这即是上圣的智慧。所以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大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大家为一件大事而来，为生与死的一大事而来。生如何升起自己的善因而死掉恶果，若是升起恶因一定死掉暗果、善果。在这个生死善恶之交叉与交汇，是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课题。那么本唯心圣教已经33年了，轰轰于已7000年，这是文化道统7000年的轰轰于已，千锤百炼我们不偏离呀。这是给我们自我锻炼了我们的灵性的光辉。所以王禅老祖开示我们要修口修心安养灵，那即是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开示我们的啊，三宝真言呐、啊，好吧，今天我们已经到了乙未年，乙未千秋，也立教了唯心圣教，也成就了每一位心灵智慧的法宝唯心道藏，啊，也成就了我们易经大学，也成就了世界和平灯塔在台湾，树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这是何等的尊贵呀！所以我们要感恩王禅老祖，感恩诸天圣神活菩萨，感恩台湾祖师以及修行的前辈们，谢妈妈、谢老师，啊，一直啊开示，一直给我们希望和智慧、信心与力量，所以我们才有今天的唯心道藏。所以我们从天上来到世间，我们有好多好多的考验，考验在哪里？就是我们出生的年月日时，年月日时，而构成了我们这个人生的俗话叫做八字命。八字命各有因缘，八字命自有吉凶祸福，
啊，八字命呢，啊，各有我们本身具有的总能量。那如果去找到你总能量，上一节也跟各位讲得清清楚楚。啊，所以上一节我们讲到我们出生来我们的命卦合起来为天理物旺的时候，就是叫我们要守一生要守成。而当我们来到世界上各有天命，啊，若是我们出生命卦天理物旺的时候，一生一定要守成，你就会大成功。我们一生来到世间上有多少的财与宝，本来就有具足了。所以天理物旺的命卦啊，就是要守成。当你守成了，怎么样守起？每天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引诱与诱惑啊，我们如何来守成？所以我们老祖师尊给我们开示了天理物旺的命卦真言，这是我们自己念自己的真言，你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啊，凡事由我不由天。那么天理物旺的命卦呢，真言叫天理天师啊，要东北啊，电光通天呐、啊，南文角啊，双龙抱珠，北极天啊，阴阳两界啊，本千年。所以有的人会自我埋怨、自责。而以自我也要来摧残，甚至伤害到你身边的人啊，我们 家的人。那么我们出生来到世间上，你忘了你自己的能量，你自己的天命啊，所以天理无妄啊，你要学习守成，不要急，学一切法，修一切法。好啦，所以我们来到世间有不同的天命啊，啊，才有一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大材大用，小用才小用，功德一样。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自我认知的。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世间了，我们需要的是贵人。每个人都需要身边周围贵人来相助。所以我最近来，因为我的病很久了，啊，就一个一年。在一个月前啊，由我们同修贤士啊介绍我去看一位中医师。这个中医师他是会计师啊，他在十二年前有一天来到仙佛寺用餐，来这里看一看，很高兴中午到了用餐，刚好我在。在吃饭的时候，我请他进来一起吃，和他朋友一起，大家共餐。啊，这一位先生也没有讲明来由，但是他感觉就要来，第一次来，很高兴。仙佛寺的环境很漂亮，啊，在台湾的寺庙找这样漂亮的道场没有几间，虽然建筑物不是很大，但是看了我们心胸会很大很宽广。吃饱饭之后
啊，他也就回去了。他回去之后呢，啊，就有天上圣母托梦，啊，来告诉他他要学中医。啊，有一天会救很多人以外，若是你不修，不走的这一条路，啊，你事业也会不好，家庭也不好。那不是恐吓，而是天上圣母告诉他。那么他好了，他说我不懂中医，天上圣母告诉他说我教你，后来叫他把脉，啊，一路走来做少年，他帮很多很多的人的忙。而且天上圣母要他化愿，他到底是要化什么愿？一直保不保不保，啊，很纳闷。啊，他也跟妈祖说，不然我去妈祖庙扫厕所，妈保不保，什么都没有。啊，他是会计师事务所。啊，怎么样来帮助他人，他都不行。后来突然间自己发了一个愿，他这位先生会计师，他说要当别人的贵人。哦，他这宝贝年纪三杯，各宝有个三杯，啊，怎么样当别人的贵人呢？所以他研究中医医学了，有缘的人随缘帮他啊提个药方给人自己去啊去采药来吃，所以救过很多人。这个就是花一个愿要做别人的贵人。那么我们每一位也是一样来到世间，我们若是能发愿做人的别人的贵人的时候，你也会所以这个就是易经八卦六十四卦其中的天风复卦，啊，天风天师啊，啊，天就是天风复卦，我们的本尊就是天师，有自己的能量，云无遮了，云呐，啊，啊，万里。无云呐，啊，见佛迹啊，佛的脚，佛的足迹啊，佛眼慈祥，应心潮，啊，正道见性，刹那间。所以天风后卦的命卦的人，你就需要任何的贵人，但是自己要发愿当别人的贵人。你能当别人的贵人，你就会有贵人来相助你。尤其我们做事业的人啊，一定需要贵人。那么我们需要贵人，也不是只有需要贵人，而自己要先发愿当别人的贵人呐，
你发愿你是别人的贵人，你就先从你内在核能场的心中，你放出无量光、无量能量来普照你身边周边的有形无形、有情无情啊、众生和亲友、你的朋友。所以一个成功事业的人一定要有大悲愿，我们没有大悲愿，一辈子的生意做不好，事业做不好，包括修行也是一样。所以修行的想怕孤老，孤老那样的话绝对遇不到贵人。所以我们做事业的人，任何的命都会成功，任何命都不会成功。八百六十四卦衍生出384爻啊，若是我们自己的心的总根源你没有发露出慈悲的愿力的时候，那绝对成功不了。所以本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学们、学员们一定要宣誓以皈依啊，才能够发落你的爱心、慈悲心与能量，你才能够有所成就啊。所以我一直提醒各位，不要像一般的江湖术士的一些坏习惯，江湖术士的好习惯也多得不得了，坏习惯也不少啊，只有自求自利不离他人，以为学了一些雕虫小技啊，你我们就啊自己很骄傲的，这个都是不对，这不是我们要来世间上修行的目的。所以若是十方善信大德以及我们的贤士同修，若是我们的心那么狭隘的话，你不要再继续读下去，读下去最对你无益啊，那最到最后你没有贵人，也不是别人的贵人，而是别人的烦恼的人。所以各位同修、各位十方善知识们，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出工作可顺心啊，这即是五路财神的心法。大家学易经，八字真言好好练以外，练自己的命卦真言。啊，有着天风后卦的命卦，天风天师云无遮啦，啊，万里无云呐、啊，见佛机。佛机就是你走过的路，啊，你智慧的路。啊，佛言慈祥，印心潮，和心田同一个意思。然后正道见性，刹那间，这就是你能够成就自我成佛，而成就为五路财神，是众生的贵人，十方大众的贵人，也是自己家人的贵人。啊，人家说我们贵人，那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五路财神。祝各位各位唯心圣教易经大学一至五届所有贤士同修
我们合掌共念灵山会记，灵山一会万年灯，十八大愿照光明，王禅老祖庙至圣，王禅老祖庙至圣，加持灌顶见太平，加持灌顶见太平。南无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南无无量寿庙至圣王禅老祖大天尊。各位唯心圣教一位人，谢天恩西安消灾法会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及当下构福所公设的连座上的诸圣灵、诸祖灵、冤亲债主诸灵等，冤黑忍动诸灵，宇宙虚空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我们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五路财神经》。人生百瑞，一场空；名利富贵不相逢。这两句呢，是一个对我们人生很大的自我勉励与鼓励。当一个人从投胎转世一直的成长，我们都需要贵人。出生来要出生需要医师与护士，然而需要我们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兄弟姐妹的照顾，他们都是贵人呢。天空后就是他乡一游，我们在天上界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所遇到的都是天上界的好朋友，大家有约而来，然后一直的长大，国民小学、幼稚园、初中、高中、大学、研究所，到出社会工作，都是需要贵人来帮助我们呢。不是只有我能就能成功呢，错误了嘞。还有一个案例，就将近20年了，一位修道人。自称修道人呐、穿着亮晶晶的来到仙佛寺，我们开山没有很久，那时候还一片的到处很荒芜，他来找我啊，那时候我还没有出名，听人家说，他来到仙佛寺。我看到一副共高我慢，自以为是修道人的可怜相。我说：“这月先生啊，你今天来拜王禅老祖有何贵干呢？”我来看一看。我来这里看你有没有更高的名师。我说这里没有更高的名师啊，看你有没有贵人，这里没有你的贵人。为什么呢？因为你一直找贵人，你不好好修行做人家的贵人，你永远找不到真正的贵人啊。这位先生开始静下来，脸红了。我就很不客气的告诉他：“你扛着身体上这个躯壳，所有戴的都是假的，穿的这么漂亮的、亮晶晶的
法袍法服也是假的，什么都是假的。哦，他就很不高兴了，说都是真的啦，我假的啦，这都是社会大众给你的，他我钱买的嘞，你钱哪里来？还不是扛着一个假面具，人家钱给你，啊，用供养给你，然后你才有这个 假的东西啊。所以这位先生愣住了，想了很久，我就没有理他，因为我有还有信众大德要问我事。啊，他就再过半个钟头以后又来了，说谢谢你，阿弥陀佛，谢谢你，我悟了。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数观呐。好，我悟了，谢谢。你是我的贵人。我说我不是你的完全的贵人，你的贵人是过去帮你忙的，从小长大，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才是真正你的贵人啊。我只是一时的贵人而已。那么相对的，你也是我的贵人，因为你这个表现，你是来考我或是磨我，我暂且不论。啊，那大家都是相互的贵人了啦。所以这位先生很高兴了啦，他走了，再见啦，后会有期。过了三四年，一个一年，我在台北火车站要坐火车回来，在火车站又碰到这位修道人，身上就没有挂着那么点点东东了，很清爽的。他说：“火莲老师啊，自从一见面，啊，两三年来，我一直自我鼓励如何当别人的贵人。”啊，也都感恩所有的人都是我的贵人，所以我现在心无挂碍，无颠倒梦想，究竟会心安了。这其实是什么？就是天空后啊，天空天师他已经开发内在的本能和本来面目，悟了。所以天空天师云无遮了，啊，再怎么样的云都遮不了你的爱心和慈悲心。好，万里无云见佛迹，佛就是你的每一个智慧的足迹，点点滴滴的智慧的足迹就是佛迹。啊，佛眼慈祥呐，映心田。佛法相怎么样？有时候阿弥陀经开示的，阿弥陀佛身金寿，相好光明无顶轮，白好婉转五十一米，甘露澄清四大海，光中化佛无思义，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好，那就是佛眼慈祥映心潮，然后呢正道渐进刹那间。所以这位修道人他的正道，哦，开始由自我共高，以为天底下的人都是要做他的贵人，所以当他悟了，
啊，身边所有一切都是我的贵人，尤其在本维心圣教最大人世间人与万真万物的最大贵人是什么呢？风、水、光，这三宝是我们来到世间上投胎以后最大的贵人。专门在空界投胎转世到世间上来，需要这三个宝：风、水、光。这三个宝就是我们最大的贵人啊！所以我们不要一直说批判易经外道、风水外道，我说你胡说八道，没有见性，不知恩、不感恩、不报恩，还一直在批评宇宙虚空，认为你的小小的小妄想、小妄念，你就自以为不需要身边周围一切大大小小给我们的调和和协助。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要时时记住，我们要作为人的贵人。所以各位维新圣教的贤士同修啊，你们所学所修所研究所证道的易经风水与宗教啊，百家思想融为一炉的国，就是维新道藏啊，这个即是我们最大的贵人。本段节目由